来来，周英军老师，数字测验未来一个月哈，我在哪边最好命？我们的幸运数字有9078、4351、5297、6805，还有7936。好，来，立方老师，选一个吗？对，我想要5297。5297，来，我想要9078。9078，6805，6805，来加码9078。好，来，那剩下来5297给我，5297，来数字测验未来一个月我在哪一方面最好命，就方方面面都好命，看是哪一方面哈，不用怕，9078-4351-5297-6805-7936开奖。好，我们来看看哈，未来一个月到底我在哪一方面是最好命的哈。我们来看看7936，现场是没有人选的。那如果观众朋友选到这一组的话，到底在哪一方面是最好命的？我们来看看喽。这个叫贵人加持，有名有利，是名利双收最好命。对，因为贵人的运势相当的出色，所以说就会变成来加持你哈，来引荐你，让你多方面哈，来了人脉以后还要加了钱脉，所以因为有名就有利，所以说能够达到名利双收哈。好，那恭喜啦。那再来就是6805是，陈老师选的，还有观众朋友选的，我们来看看到底是在哪一方面是，最好命的哈，我们来看看哦。业绩成长稳如泰山，就是工作方面是最好命的哈。那如果说观众朋友选到这一组的话哈，就是说你的业绩方面因为能够稳定很顺利啊，因为你的工作方面的能力让你一鸣惊人，所以你远远的把你所有的竞争对手都抛在后面，所以你稳当的在成长，所以说完全就不用担心在工作方面哈，所以是工作方面的稳定稳如泰山哈，所以工作稳定是最好命的哈。再来看看5297是立方选的，还有这个杜林哥选的哈，那我们来看看哪一方面是最好命的哈。相当准哈，身体健康，享受果实，身体健康方面是最好命的，因为身体健康，精神饱满，所以你手脚利落，情绪好，可以到处去旅游，到处去游玩，每天都过得开心快乐，露营爬山，每天都会接近大自然，太快乐了哈。所以说，因为你的财富自由，才有这方面的状态，所以说你能够享受你的果实，不是说急得银行，人在天堂，就是你能够知道怎么样的应用你自己的钱，能够享受这个每一天快快乐乐的生活。所以说，身体健康，享受果实哦。所以是身体健康方面是最好命的。是。再来，我们看看4351，现场也是没有人选的。观众朋友，如果选到这一组的话，到底是在哪一方面最好命？这个叫沉浸爱情，甜甜蜜蜜的。因为有的人，你们大家都爱钱，你们大家都爱工作，但是我就是爱这一套，就是爱这个夫妻方面或是男女朋友方面能够甜甜蜜蜜的、亲亲热热的，那我就觉得非常快乐的哈。所以他能够在甜蜜的爱情之中找到他自己快乐的那个原点，那个快乐的那个泉源哈。所以是在爱情甜蜜方面是最好命的哈。再来，我们看看。9078是易经选的，还有这个艾辉老师选的哈，那是在哪一方面是最好命的？我们来看看喽。财神护王，招财得王，就是理财护王，获利最好命的哈。人讲情绪卡，人冷卡，但是因为你这一方面的财力会，你就是你这一月的这个月的财力非常好，所以那个细卡级反过来追你，不用你每天追着钱跑，所以这样子的状态会让你获，就是理财方面能够获利哈，所以说能够钱财满满的哈，当然就是理财获利是最好命的。恭喜你们！谢谢老师，来来来，我们最后好玩大放送，我们送出一组。财库丰收貔貅米哦，详情请上我们命运好好玩的官方脸书粉丝团查询，就有机会获得啦。谢谢老师，也谢谢来宾。
感谢您的收看，祝你发大财，拜拜。